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福。今天呢，到台北车站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做足部保养跟足部美甲。那为什么要到台北车站呢？台北车站那边不是比较贵吗？其实没有哦，因为小福之前常在文章上分享的美甲店宇奈美甲，它原本位在星光三月后面，后来搬到距离捷运站更近的 M6 出口，那它价格依然非常平价。等一下就跟小福去全新的宇奈美甲吧。欢迎光临。是预约1:30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请进。那鞋帮你放这边，帮我们换个拖鞋。那今天麻烦你先帮我留个基本资料，然后要帮您做的项目就是您预约的足部保养，还有足部的光疗，这样。好。抛弃式的
然后就是去完之后竹根专用的。这两个是今天凝胶美甲最主要的底色，这瓶颜色叫深绿，是干美甲公司首席设计师调配设计的。然后这瓶比较浅的颜色可以做颜色的堆叠。